现在我插队的时候
前你吃剩饭了。
I
没去哪，就我们家那个永辉村小西天那块儿买了馒头，买了馒头就两米。Thank you.
吃这什么了？正在绿色发展之路。
河南有高人。肩负的就硬拆，没不一样。下楼拿盆，那谁知道不一样？哎呀，那可不会的，人家是照相，人不拿枪。后来呢？哎，那你别说那个，后来我们就挨那一伙儿，就你这前门大厦嘛，原来有一个专门拿啥卖东西的，他那像什么一个大篮子水罐似的，屋子直，胆儿也大，上班去了。哎，你站站那儿，他往天门嘛，你往那儿，那都接不住，人家那枪噔就打过来了。Thank you.
别照那边，照那边要是给你什么看了。Thank you.